大家好，这款是我们2024年最新的带上视觉定位的 AR UV DTF 打印机。你了解什么是视觉定位吗？它有哪些功能？今天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下。我们这个视频大概有三个部分：一、简单介绍下 AR UV DTF 机器配置；二、视觉定位打印展示；三、AR UV DTF 的其他四个打印功能。看完视频后，你肯定会爱上我们这台 AR UV DTF 打印机。一、机器介绍，先跟大家介绍咱这台机器的基本参数。它的最大打印尺寸为40×60厘米，可以打印最大20厘米高度的物体。西风平台，全铝机架，汉森板卡，配有两个爱普生 XP600 喷头，打印6种不同的颜色的墨水，青、品红、黄、黑、白、光油。全身超高的配件板卡配置，机器超级稳定，打印出来的色彩超级完美。二、视觉定位打印介绍，看我随意的把这些笔放到打印机器平台上，再也用不到这些家具了，直接点击打印，看，机器可以很聪明的自己捕捉到要打印的位置，很神奇是吧？拿一个打印好的笔出来看下，这个效果不错吧？是不是很好奇机器到底是怎么准确的找到要打印的位置的？来看下，原来在我们机器这里装了两个摄像头。打印之前，我们会先将打印机平台上的物品进行扫描，扫描完成的物品图像会被自动导入电脑，然后只需在单个物品上将图案排版好，软件会以其为模板识别所有相同轮廓的物品，接着图案会被复制粘贴，1:1的同步排版。完成上面步骤后，点击软件上的打印就开始正式打印了。我们再演示几个其他不同物品材料的视觉定位打印。喜欢这个打印效果吗？现在你了解了视觉定位的功能了吧？它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打印效率，再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摆放、去测量打印物品在平台上的位置了，再也不需要打印家具了。三、AR UV 打印机其他四大功能，除了视觉定位之外，它还具有4种不同的打印功能。一、可以直接在各种平面物体上进行打印，例如手机壳、亚克力板、木板、笔等。二、能够在圆柱形物品上进行打印，比如保温杯、杯子等。三、可以打印水晶标贴，可以贴在本子、笔等几乎任何物品表面。四、还能够实现烫金效果的打印，为打印物品增添豪华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凡生 AR UV 视觉定位打印机的相关内容。如果还有其他疑问，可以底下留言，欢迎私信。我们在中国上海，想要免费的样品打印测试吗？现在就来联系我们吧。